同皇后信无庆祝陈志尧回家为女女准备功课，事业家庭两兼顾不容易。人妻陈志尧昨晚索爆出席无线台庆颁奖礼，老公皇后信获封视帝时，在台上公开多谢他，可是他却被镜头捕捉到毫无表情，事后又表明不惜会先行翻家，跟萧正楠和黄翠如同车离开，此未有为皇后信安排庆祝。陈志尧凌晨在社交平台发文，原来要为女女准备功课，这个妈妈不易做，难怪没有为皇后信庆祝。他留言，回家还要替小宝贝准备明天功课，事业家庭两兼顾，真的不容易，但我会尽力做到最好。陈志尧今日亦再发文多谢大家投票，虽然昨晚未能得到任何奖项，但能够参与已经很感恩，因为钱你还给我的已经很多，我最想感谢的是投过我票的每一位朋友，多谢大家，在心中，我会继续做好自己。